这印原创版画是在台中市西区林森路38巷1号，那是一个日式建筑，那在巷子里面，那我们预计以后是每两个月换一档，就是说我们的换档时间在两个月，那我们这一档时间是在7月1号到8月底，喜爱版画的好朋友，你们只要有时间，欢迎你们到我们印原创版画观看这欣赏这件丰富又精彩的创作。我们家养的一头牛了，就是我爸爸跟这个牛，那我爸爸就那时候其实收成也没有说特别好，就是摘一朵花生啊就抽一根烟了，就是这个是摘一朵花生就抽一根烟，那就有点感叹这个上天啊，也是有感叹也有感谢这样子啦，所以这一件作品就感谢天地。那这个烟呢，我本来是想说到底要不要画这个烟出来啊，因为现在都是说什么禁烟嘛，但是我还是画，因为这是我对它的印象嘛。那这个烟也有一个层次啊，因为它衔接了天空啊，跟衔接了这个手，然后一直啊让这个根呢花生的根一直蔓延到下面啊，到这边做结束啊，它有贯穿这个上下的这个感觉。创作是很多元的，那每一彩是相当多元，所以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是相当丰富的，不会是单一的东西出来的，那你是不管是视觉上或是色彩上或是纹理上是单一的，其实他们版画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主要以微型版印微型创作的这个精品为这个展览，那微型就是说这版画是一个比较是精致是这个细微的这个这个刻板那也有一个微观的这个想法在里面那希望能够传达一个精致一个美好的一个创作的这个生活。